朋友兄弟平安，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，人敢会当探全世界？会使。人敢会当摕生命去换全世界？会当。所以而且耶稣在讲两个无可能，佮摕来撒币。安尼，耶稣用全世界佮生命来撒币，意义是啥物啊？耶稣到底要表达怎样的意义啊？耶稣在这段的教示，至少会当予咱思考两个层次的意义。首先，那么心修大，也就是咱唔好贪恋，遐咱无法度承受的物。全世界，这是一种夸世法，形容极多极大。会谈，咱当时会心酸，真多美丽的人、代志、甲物，咱会有谈到因、得到因的迄个欲望，这是生命来的一种表现，也是让咱的生命会当往真善美的方向来行动、来进行的动态。但是，若是安尼的心酸。渐渐扭曲，成做贪婪，成做掠夺，就会让咱的性命往一个负面、到破坏性的方向来进行。事实，咱无需要，也无法度承受这个过多、过大的负面，遐只有会当让咱的性命成做负担而已。记住，耶稣在提起咱性命的优先性。咱对上帝领受所有好，所有美好，要有生命去享受才使。若是无生命，这好物、这美好，拢甲咱无关。所以，咱首先爱伫关乎生命活落去、关乎生死的代志来滴，然后才是怎样活了更加好、更加丰盛、更加享受生命。耶稣其实是要提醒咱，拥有生命才会当享受生命，拥有永远的生命才会当享受新天新地的美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咱应该常常把你反省：我趁这的钱财，拥有这的好物，让我享受生命，让我快乐，我享受每一天。会饮食吗？都因安尼感谢上帝。我伫迷失会当安息，有做噩梦吗？我善待我身体，我家己的身体会当正确使用伊，无让咱的身体提早破病吗？就祝福咱，更加深领受传道书的智慧。家庭所落落的，有限的生命，盼望。